哎，中国美术史，你还需要什么？书架上面有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还有点事要处理。你这么复习实在太没效率了。该，这两本我已经给你画过重点了，都是容易考到的内容，你着重复习那里就可以了。其实美术跟太极一样，都讲究重点，以后就这么复习。你怎么知道我书画系复习哪儿重点啊？你又不是书画系。不相信我？也不是不相信吧。行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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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信你，相信你，好吧。哎，这不是我课程表吗？你怎么有？那张是什么呀？你的训练表。看一下，训练表。你的太极训练计划表，放心，这个计划表我是按照你的课程表来制定的，不会耽误你学习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是不耽误学习了，耽误活着呀，跑步2小时，路程不低于30公里。俯卧撑、仰卧起坐、屈臂，这是什么？双手反握单杠，什么哑铃？哎，你看一下，你是不是写错了呀？这个引体向上是我做的吗？哎，